发现有两只流浪猫正在打架，胖菊把胖虎按在地下，还用嘴巴咬胖虎的肩膀，胖虎被按在地下也咬住他的肩膀，胖菊跳了一下躺倒的同时，胖菊还踹了一下他的肚子。看他们都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没什么新招式，我们靠近一点观察一下这两个货有没有受伤。看样子是胖菊比较占上风，你看他咬住胖虎的脖子是多么的用力，不管胖虎怎么挣扎，胖菊都能给他来上一口。不过胖虎也不是吃素的，一份挣扎过后，两猫又扭打到一起去，打得十分的激烈，他们身上的毛毛弄得到处都是，被清洁工阿姨看到肯定会和这两只流浪猫拼命。他们终于是停下来了，是谁占优势呢？我们把手机移动一下，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原来是胖菊的爪子插入胖虎的头，看样子这一局是胖菊占优势，胖虎则是嘴巴里都是胖菊身上的毛毛，他正在把他们都吐出来。搞到最后，胖菊还是把自己的爪子松开，两只猫就这样大眼瞪小眼看着对方。